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达西妈妈。今天推荐的这款用上下针织出来的小菱形块，这是正面、反面和正面的花型都可以单独成花。这是反面，这是正面，两面都比较好看。八针16行是一个完整的花型。下面我演示这个花型的具体织法。这个花样是在反面行织第一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是从反面行来织，这是这个花样的图解。第一行是从这边开始看，这是反面行。第二行呢，从左边往右看，看这个图解的时候是要这样看的，因为它两边没有让它对称，所以就要这样看。这是第二行，从左往右看，反面行呢是从右往左看，就这样来回的看。这个图解呢是一个圈织的图解，你看单数行的时候呢，空白格是下针，你要把它织成上针，这个是上针，你要把它织成下针，这一点要注意，这不是一个片织的图解，是一个圈织的图解。好，下面开始编织，第一行编针，两上五下，一上，八针就是这样循环的。再来一遍，两上，五下，一上，连起来织呢，就是三上五下，在中间是三上五下。到最后织到头呢，是一个上针，五下一上，需要循环的就是两上五下一上。好，第一行就这样，第二行正面行，编针，一上五下。一上一下，需要循环的就是这样。如果连起来织呢，就是。连起来就是一上一下一上五下，单独要是循环织就是一上五下一上一下，这样来循环。第三行跟织，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行了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第四行正面行，编针，七下一上。好，就继续往下循环七下一上。第五行也是跟织，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可以了。第六行正面行，编针，一上五下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五下，一上一下。就这样往下循环，如果在中间织连起来呢，就是一上一下，一上，再织五个下针，一直这样循环。第七行也是跟织，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行了。第八行正面行，编针，一下。一上，三下，一上，两下，继续往下循环，一下，一上，三下，一上，两下，一直循环到底。第九行反面行。这一次呢，在反面行不跟织，要这样织，编针，三下，三上，两下，一直往下这样循环，连起来呢，实际上就是五下，看了吗？这个地方和后边的这两针合起来五下，三上。一直是五下三上，这样循环。
但是它单独的一个花呢是三下三上两下。好，继续往下循环。第十行正面行编针，两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三下。好，连起来织，不算这个头上的，那连起来织呢就是五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五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一直这样循环，最后是三个下针。这样来记这个针的织法呢比较好记，把它连起来记，这样好织。好，第十一行跟织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行了。第十二行正面行编针，三下，一上，四下，一直这样循环。如果在中间连起来往下织呢，就是七下一上，一上，七下，一上，一直这样往下循环，织到最后呢是织四个下针。好，这是第十二行的织法。第十三行跟织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。第十四行正面行编针，两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三下。好，顺起来织呢就是五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五下，一上，一下，一上，就这样往下循环。第十五行跟织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。第十六行编针，一下，一上，三下，一上，两下，就这样往下循环。如果连起来中间呢就是三下，一上，三下，一上，这样这个花型就织完了。如果再织的话，就从第一行开始织。这个花型反正面都可以，我感觉织毯子之类的东西呢比较好，它反正面呢都是一个成型的花样。好，这个花型就讲到这儿，你喜欢吗？喜欢你就收藏吧。